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何珊。今天大盘再度的猛爆，再度的飙涨，此时此刻很多投资朋友告诉我，何珊是一个高手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明明大盘猛爆，我向下狙击，既然很多人说我是高手中的高手，我想了很久，原来大盘暴涨的行情当中，我既然逆势操作向下狙击，我的空单还一路的赚钱。这就是很多人说，何老师，你的本间 K 线为什么能够逆着大盘做，还能够选择标的物一样能够继续往下赚？稍后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。我有两个粉丝官网，你一定要加入，一个是 LINE， 一个是 Telegram。 LINE 是小老鼠 QQ33， Telegram 是股市富坚金或 QQ33168， 你都可以找到我。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 LINE 的部分呢，常常在首页有 PO 图 PO 文，重要的资料我就会不定时的 PO 在上面。至于呢，正声广播节目每天晚上七点固定贴在 LINE 的首页重播。 Telegram 的部分呢，盘中即时讯息、盘势演变、个股的操作，还有李周 TV YouTube 的节目呢，在傍晚都会贴到 Telegram 上面与大家分享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今天想一想，我觉得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哦。我多也会做，空也会做。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啊，目前这个行情当中，此次的爆喷全部在涨权重股，全部是阿多仔在买。而来到这个结构当中，我跟大家讲我的概念，我说我与其带你们去追高，倒不如我来好好的带你们规避风险。今天这个盘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来，今天大盘直接的好开平低一路上去，那么上去之后呢，这个大盘呢、啊、真的是了不得了，金 K 是一个中长红 K 哦。我昨天说没有量哦，今天马上有量了，再攻顶，而且今天是增量演出，权重股功不可没啊。而你们看今天这个大盘涨到1700之上了，真的是了不得了。我昨天才在讲，昨天我说可惜量价背离，那么阿多仔有听到何老师本间 K 线的召唤，今天立马赶快来补量了。今天的阿多仔再度买台股，买102亿呀、啊！昨天我才在说，这个大盘呢直接的猛爆啊，八根达阵啊，结果呢这个行情当中一样是继续拉特定的重型股，而呢在昨天追价力道不足的情况之下呢，一样拉东出西。那么今天各位看到，哇，这个大盘日 K 九连红了，这个行情一波到顶之势颇为罕见。那么接下来这个行情会怎么走呢？我先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，形态无稽之谈的猛爆，后市金头发关键动作。亲爱投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到了今天，全台股谁一直买一直买，买到欲罢不能，那就是金头发。今天金头发再度买102亿，而从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这三个交易日当中，我们的法人只买一点点，几乎没什么动作，完全都是金头发在控盘。那么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答案，明后天这个大盘要不要再爆喷，问金头发。只要他买，台股继续爆喷，另外只要他买台积电，台股一定爆喷。因为我已经告诉各位了，三大法人这三天其实没什么买，投信自营商买一点点，甚至于小卖潮，那现在只有金头发在买咯。所以今天我要给金头发一个赞。亲爱投资朋友，台积电感谢金头发日 K 八连红，给阿东阿一个赞，真的赞，真的赞。明天台积电会如何，将会影响大盘指数的动荡。那明天外资继续买超，我希望他能够继续买超。我为什么希望他继续买超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大盘1月30号有一个新春开红盘，那根大黑 K 高点11933，今天来到117多少了？那么外资如果明天再买100亿，后天再买200亿，那么11933就会攻过了，那么可圈可点。大家再来看这张图，11933新春开红盘第一天破档下跳空这根 大黑 K， 那么外资既然这么买，那么明天后天还有两天
继续买100亿、买200亿、买300亿，那这个11933就会越过了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说实在的，这个外资他要买全资股，我没有办法阻止他继续把台股拉上去更棒，那我要给他双拇指。但是此时我要提醒大家，拉东出西没有改变，台股的猛爆还是拉权重股。那请你注意哦，我们的投信自营商已经在缩手了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我先前跟各位说，拉东出西，你们不要赚了指数赔了个股的价差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何老师为什么会被人家说高手中的高手？因为大盘暴涨，我既然卷空还能够赚钱，天天都能够卷空都能够赚钱。今天早上9:20高空弹跳卷空，结果尾盘自己跌下来，我只好好好的把它回补回来做当冲，高空弹跳抢快当冲，用对方法立马赚钱。这何三小女子真的是很奇怪耶，你看大盘在暴涨耶，他既然放空能够赚钱。对啊，我这一阵子跟各位说，你不要替我担心啊，我带我家族成员每天在赚钱啊，因为我用我的方法。我跟各位说，很多的中小型股票很弱很差很糟糕，那你不听我也没办法。你去想哦，上个礼拜三到现在，很多的中小型股票不是礼拜三见高点，就是礼拜五见高点，不然就是礼拜一见高点哦，你已经被黏住了哦。我说的都事实哦。 PCB、 铜箔板、网通、散热、主机板、被动元件，你有没有黏在里面？我待会会跟大家说清楚。你看啊，用对方法一样能够赚钱，所以很多人说我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谢谢大家啦。为什么？昨天这个股票黑锤子爆大量，来，我技术教学，每次看到红 K 大量你们都很高兴，结果你们知道吗？主力又跑光了啊，主力又跑光了，主力又跑光了啊，跑光了，跑光了。昨天这根线今天开这样不满意，没过高直接杀空，结果自己跌下来。何老师对你们多好，你们手上现在有很多股票像这样的主力拉一天，这在到货。你们说这么大的这样子，那一定是主力到的、啊、不是一般散户到的、啊、结果这边再拉一根，每个人都栽进去了，你们股票有没有被黏住了？有没有黏住？日 K 三年黑，我今天狙击我又赚钱了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股票像这样哦，中小型的股票哦，那这张股票我跟你们讲你们都不爱相信，我跟你们讲184不能追，我跟你们说乌云罩底，你们没人理我，我对你们那么好，你看我今天给你们昭告了，轻轻松松空单回补，我也没办法，自己要跌啊。你看哦，6月5号，我跟你们说乌云罩顶，此波高乌云罩顶，跟你们讲不要黏在里面啊。你们嘞有没有日 K 四连黑啊？今天轻轻松松回补了，你看我在保护你们呢。那如果你们都爱到这里，不是很对不起我吗？你们现在手上很多的股票像这样的股票哦，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哦，我没有骗你们哦。日 K 是黑，6月5号184啊，今天好可怜哦，剩167，跌了17块了。所以很多人说啊，啊大盘暴涨600点，何三放空还赚钱，真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谢谢大家的欧肉。大盘爆喷放空一样赚钱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喜欢狙击股票。如果同样这张股票，我带你买到184，你们会恨死我，因为我带你赔钱。本间 K 线告诉我有人出货，我必须向他狙击。那今天很轻松的我把它回补了，那昨天它利空已经反应了，今天早上再反应一点，那我把它回补了。那我回补要做什么？我钱拿回来还要做别的股票啊，这就是和善的做法。所以在此时你们去想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担当，我这样的胆识？每个人都说大盘大涨，我当然知道台积电你买了没，如果你买台积电双拇指，中钢、南亚、台塑、联电、鸿海，那我跟你讲，你们都不是买这些股票，你们都是看到大盘暴涨，你们去买中小型的股票，被动元件、网通、铜箔基板、电子零组件、主机板，全部被黏住了。你不要骗我，我都知道。还有呢，细晶圆，对啊，每个人都细菌很好啊。那天拉了一个中美金，拉了一个环球金啊，然后都很好啊。那 PA 大中小熊，我不知道你们黏在里面，但是我讲的是事实。我这个行情。我不要带你们到最后一只老鼠，但是我会向下狙击，暴涨的行情做空一样赚钱，和善的本事啊。
来，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，哦，今天好多股票涨起来哦。我先跟大家讲哦，这股票涨起来有的是让你绕跑的哦，啊，你们在追这些股票，看一下哦，慢慢看哦，南电啊，耀月啊，哦，翼龙电，好，你们看一下哦，我没有打压哦，我是要跟你们讲一个重点哦，今天节目要听完哦。好，玉金光涨真的涨假的啊，台光电涨真的涨假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联茂涨真的涨假的啊，中美金昨天好可怜哦，今天反弹呢，还是涨真的回升坡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哦，这里啊，环球金呐，沸沸扬扬。然后呢，哦，联发科，我今天又好像又不错咯。哦，好。然后接下来再看啊，神盾也是沸沸扬扬。嘿啊，这个和生堂怎么不争气呢？只有平盘哦。哎，害硕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大家不是说散热很好，我当然知道啊。啊，这些股票好像有套住你哦。这些股票红色的哦，哎，有的好像也怪怪的哦。哎，啊，这些股票嘞，你们看仔细哦。你们有没有这里面的股票？要看仔细哦。我等会有讲问答。来，这些股票嘞，康控哦，沸沸扬扬的康控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啊，这个嘞 ，GIS。好像很多人在里面哦，还有这个台表科也很多人在里面，然后来这个旭富啊、嘉金啊、新巨科啊、汉磊最近的现形很怪哦，然后这个什么微软啊，现形也很怪哦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这些股票里面隐含的中小型的股票，隐含的和三要告诉你们的，这里面有十几档法人绕跑。而在今天节目要看完，最后面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，请看这个股票，我来解释一下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主力到跑光光啊？日 K 四黑，和生堂嘛，我讲过啊，你这根红 K 那么漂亮啊，为什么是这个样啊？今天还是黑 K， 为什么？你们现在手上很多的股票就像这样子，一根红 K， 然后一大堆黑 K， 这是拉起来出货，绝对不是进货。进货你次日就反扑了，你为什么在这边形成这样？你们手上有这样类型的股票，请你小心哦，请你小心哦。还有这个啊，微软啊，不是 IC 设计很好，你还害我技术教学。你看这个，这什么线？这什么线？啊，然后嘞，含在里面。我告诉你们，这种线主力跑光光了，这边跑一次，这边再跑一次啊，不然为什么不会过高？你们手上有像这样的股票，注意了哦。拉一个红 K， 再拉一个大量，然后次日变黑的，这主力都跑光了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讲的都事实哦。我要跟各位说，我刚才秀的那个二三十档的股票里面，其中有十几档主力就像这样的股票跑光光了。我希望此时你们不要黏在里面，继续看下去。啊，这个啊，康控。我难道不知道好公司吗？有声音的耶，有优美的旋律，好好听哦。啊，可是它的旋律怎么向下呢？哎，这是 K 几 K 我也不知道哎，一二三四五六。我跟你们说，啊，这个不是跑掉了吗？啊，量那么大，这种的都是主力到货，绝对不是你卖的，这是主力到货。你们追到这边，因为放利多，你们追到这边像这样，啊，你们被黏住喽。你们手上有像这样被黏住日 K 六黑、日 K 五黑、日 K 三黑，请你们提高非常警觉哦。再看下一档，啊，这个嘞，我当然知道国巨是老大哥啊，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哎，礼拜五老板出来讲话讲得很诚实，他没骗人呢。哎，够够嘞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跟你们讲，这根大黑 K， 啊，就是跑光了，啊，不然量那么大，谁卖的？你卖的吗？不会哦。应该是你去买的哦，啊，这样嘞，请你非常非常小心了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今天所讲的，是跟大家站在同一阵线。我今天再度跟各位说，此次大盘的猛爆是涨权重股，阿多仔在买，而到了今天，整个大盘就剩下阿多仔买100多亿了，我们投信法人都不见了，而今天所有秀的股票当中。大家有福气的，何老师今天筛选了十几档股票，你非跑不可。此时此刻，想尽办法赶快来要到这份资料。高风险起跌股，法人绕跑，内资松动，
外资提款，实户到货，时间紧迫，你立刻来索取。不管是在我 Telegram 上面 PO 的填表格，或者是 LINE 上面填表格，或者是你打电话，你一定要赶快拿到这份的资料。总共有十几档股票，高风险起跌股，倒带，像这样的小心哦，倒带，像这样的跑光光的小心哦，这几档股票到底是哪十几档，你们来索取。今天有的股票拉红的，拉真的，拉假的，你来索取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些股票请你们留意再留意。为什么这样的荣景，这样的量人股价不见了？为什么当大盘猛爆的时候，这样股票六连黑？为什么当大盘猛爆的时候，这样的股票可以这样一根之后然后一蹶不振？注意，高风险起跌股，法人绕跑，内资松动，你相信我，何三跟大家站在同一阵线，时间太紧迫了，立刻来索取。不管你用 Telegram 上面的资料去填写，或者是在我 LINE PO 的资料去填写，或者是马上打电话来索取，一定要拿到这份资料。我是用心跟大家交心，我不愿意大家今年端午节过得不好，我也不愿意大家在这个行情当中所有中小型股票套在里面。和善的良心，和善的道德，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交心，希望大家今年端午节能够过得更好，此波的钱要用到对的地方，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这一次我良心的建议，这十几档股票请你避开避开再避开，赶快想办法来索取。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